人江宏恩、林美秀以及吴淡如穿上加入气动纱材质的塑身裤，和模特一起走台步，展现他们平时运动瘦身的成果。因为在布料中原本就加了石墨烯，所以穿起来一点也不紧绷，即使是酷热的夏天也不会感到闷热。看它是黑色的，对。那像我们常常在户外的时候，太阳曝晒，照理说黑色是很吸热的。哇哦，对。但是它没有，就是它让我感觉就是它的这个散热非常的快。再者，我们长时间运动或是骑车，你一定会流汗啊。它并没有很让你觉得整个裤子是湿的。湿的粘在脚。对，让你觉得它还是很干爽，让你可以持续长时间的运动。气动纱的温控材质，只要感应到体温或湿气升高，纤维就会自动伸展打开气孔排出热气，与石墨烯的效果加成。还有一体成型的工法，让这款塑身裤不论是服帖度和舒适度都远胜其他品牌。我明天要去北海道，现在是8度，对不对？那台湾已经28，那你要带什么裤子呢？一出国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穿球鞋？看起来也很大方，没错，再穿个黑色风衣，所以就是这样穿搭。很多人穿这个都会害怕说，说啊，这样子穿不好看或什么的。哎，我们帮你加了裙子了，你搭配什么都可以，可爱的啦，性感的啦，什么都没有问题。根据最新的销售统计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百万件，平均每十位台湾女性就有一位穿过，可以说是国民美人裤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